那接下来我们欢迎，来接下来我们欢迎一样我们高虎双法的交通行政的欧燕秋小姐。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我是文秋，我考的是交通行政。那大家都说，高普考很难考，所以呢，我就很认真的挑一个补习班。那我觉得，就是这个补习班是在这部分是最专业的，在跟坊间其他补习班相比，然后我就跟着，大部分是跟着补习班的进度这样子。那我那时候是就是报那个普考的课程。然后到三月的时候，老师说，许博士说一定要去考高考。所以我就两个一起考这样。那其实高考的另外两科我其实没怎么念，我只有上那个老师的体重班而已的，所以是蛮幸运的。谢谢。那老师体重班本身讲的东西都没有上到，这样子就是这样也可以考上，还算蛮厉害的。因为虽然老师很厉害，他就是还是把整个完整的概念有带到，就是还是听得懂这样子。虽然不是学那个运输规划都没有学过，可是还是听得懂这样子。然后我是法科比较弱，所以我选交通行政，因为我认为他的法科啊内容比较少，可是就是还是蛮幸运的，就是廖老师教的观念就是还蛮完整的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